我黑武士有啥技巧？没技巧，还不是就是这么用啊？能有什么技巧？你告诉我，还不就是这么用啊？叫你护法，你胆子大呀？叫你护法？你们家里面他妈的生了十几二十个，你排行老大是不是？你脸大是不是？你哪都大，就下面小是吧？没说你带王振牌子这个，Smoking 那 grenade, 另外一 flash 位。bomb. 随机抽取一位观众，叫他复发。他说 Storm through enemy lines. 你还敢压 A 门？怕的。A sight. 我操，这个定频定的，我日。A 控两个，这定频定的，早知道拉下面，拉下面可以先开一枪，估计一发就可以爆他。我操你妹妹！我来学技术了，好好看，好好学。Storm through enemy lines. Fire in the hole. 哎，压了！妈的，这个烟！Flash bomb. 操啊！怎么在箱子上面？妈的，没刀到，我是，哔哔哔哔，没刀到，我日他哥哥的。你们走，你们直接去包点。就这一招刀人的方法，我是给你在示范，错误的学，错误的示范，不要学，千万不要学。这个时候容易被敌人阴，知道吧？错误的，错误的，错误的示范，错误的。他妈的，这还丢个烟，我操！不要乱丢烟，不要在外场丢烟，麻痹。Flash bomb， 这还能让你跑了？一连大，哎呀，又他妈死完了。后边，兄弟 ，A 那个后边。Good work。妈的，这些人我没办法呀，那两个傻逼他妈的就是不来。你在说你爹呢？听不懂啊？你的弱势没跟来吗？弱势没冲 A 吗？又碰傻逼，毁我心情。Nice shot. Bomb has been planted at A site. 你打钱，你为什么不打皮？我爱打哪就打哪，我靠哪近我就打哪。打的你还敢压？你还敢压？好吧，又是个什么344，我操，这个人有毒啊！哎呀，早知道先打他了。你看这三个傻逼，这也叫会玩游戏？这也叫会玩游戏？还骂人呢，还骂队友呢。咋我炸队友？那几个傻屌！他看直播看的少，我是靠哪近我就打哪，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。你要有妹妹，我就吃她的腿。一群傻逼！别带他们赢，我是这么想的。Fire in the hole. Flash bomb. 好像压了，我操！压了。Flash bomb. 傻逼还不知道呢。估计 A 也要压，这样的话，我帮他们看屁股，我可能就要被他们卖屁股。B 控躲着没出来，我可能要被他们卖。Enemy spotted. B 控还没动呢。Fire in the hole.
啊，我碰到鬼轮了吗？怎么切枪了？好，怎么碰到鬼轮了？三滴血压位，兄弟们。打问号，没用。假啥呀？就瞄你。哎，这个人是透视，这个人我看懂了，这个人是透视。这个人是透视，我操！这个鸡巴屌人，这个鸡巴屌人，我说呢，操！我说咋回事？怎么他妈一进去就死了？一进去就死了，他怎么老是知道我在呢？这个屌人是个透视，又他妈开透视，哪来那么多外挂？啊，最近透视好多啊！最近透视是真的多。这个人是个透视，有没有开自瞄我不知道，反正我知道他是透视。好吧，我应该先打那个 AK 的，这个狙估计打不到我的。哎，这个人1%是外挂，这个人1%是外挂，告诉你就可以了。这个人被打死了，垃圾。开挂还能被打死，等一下给你们看录像，你们就知道了。Bombs on the ground here. Bomb spotted. 回头。Fire in the hole. Storm the front. Let's rock and roll. Storm the front. Flash bomb.Multi kill. 飞我。他们家好像，bomb spotted， 太假了，我也是一直爆头，他也是一直爆头，两个人对上了。Fire in the hole。你这边这个，你那边，你那边那个才是真的鸡。别猜了，猜我是惯的。对啊，我咱目前为止全是爆头。Storm the front. Affirmative. Let's rock and roll. Enemy spotted.我打了17个爆头，专家局吗？我马上中四了，你还专家？可能吧。你玩我？你他妈怎么可能是专家？我匹得到专家？我不相信。这他妈大师四了，怎么可能匹得到专家？哎，这个不是爆头了。Excellent. Affirmative. 不知道他去哪了，我把麦关了，因为这些逼爱骂队友。他应该在 B。按错了。对啊，咱这不是大师局吗？小 GP 无所谓了，挂打挂嘛，呵呵，我也是挂，他也是挂，行了吧？哎，行了吧，行了吧。Okay, let's do this. Excellent. 你打不过我们，你有脸说打不过你？你他妈三干局，你垃圾。
flash bomb. 我守卫，我看谁下得来，真的。Fire in the hole. Broken bomb. 这个人应该不敢过一门了，这个外挂。这个人是真外挂啊，别猜。我是假的，他是真的，看又来了，直接瞄着我。哎呀，我应该下来打的，操！哎，我死了可能就输了。我打了三个不是爆头，后面的三个都不是爆头。着急想赢啊，掉包了，我操！你不咋说？他妈了个巴子！最近这个低段位外挂比高段位的多啊，前段时间高段位的多一点，这段时间低段位的多一点。你们这几天天天看我直播的人应该知道我碰了多少个外挂了，直接拉过来就打他，这狗日打死第一个人直接打第二个人，我操！输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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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谢谢二十厘米应有输。250GB。这个逼他妈的比我爆头还爆得多，拿个狙枪。我后面三个不是爆头，他妈全是爆头。行行行，给你们看看。难道我无聊我去管他开不开挂吗？我都不会举报他，我还管他开不开挂，还不就是为你们看我才保存的。你们爱看就给你们看看。M344这个。这个不用看的，这个10%是外挂，看都不用看。你看，你看，还隔墙瞄我这，是个自瞄这个人，他的镜子拉得很长，还在穿人，看到没有？这个人是个透视加自瞄。透视加自瞄，锁头的，他妈的拿狙打爆头，我是。他开自瞄的人，他如果不开透视的话，他的打法不是这样，他这应该被穿死了。他穿了我们队友一枪头，看到没有？他穿了一枪头，剩了一丝。他有的时候想手动打一枪，但是只是打着玩的。卡了，被爆头了，被打了两枪。你看，帅不帅？那个外挂帅不帅？刚才对面的傻逼真他妈的傻，告诉他是直播的了，死不承认，死不愿相信，为自己找借口。他被杀了一次前面，没开绿枪，开绿枪又是个爆头。你看这镜子拉过去，没打中之后，那个镜子就会一直跟着人走，他还需要再按一下，他还需要再按一下他的自瞄热线才会松开，知道吗？他按下来之前呢，就会一直锁着人，知道吗？就跟着人家身体，因为他刚才那一枪没打中。不是开自瞄就会百发百中的，知道吧？也有空枪的时候，外挂也有出错的时候，知道吧？这里被我灭队了，这里。他妈的，直接站在这里打老子！